ご覧の番組は幸せ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性美至香，您所寻找的天然好香。性価格1年間の保証障害サービス。阿呆，我们要再这样继续整理下去吗？就也只能整理。我跟你讲，现在我就打算哦，这些老车弄一弄哦，搞搞掉就算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再玩了啦，我觉得这样玩下去没什么意义。哎呀，车子挤得到处都是啊。那这个我们买一两年了，H74 在放在那边，那边起灰尘、落树叶，好，所以我今天决定快把它翻出来整理完。现在把一些老车比较好整理的先开始啊，不要再说实力卡了，好不好？因为实力卡真的。太复杂了，要慢慢来。好，我们今天先看这一台要怎么弄。其实 Lexus 的车哦，真的也不太有什么问题啦。但这台我觉得主要的问题是在当初我说前面有撞过嘛。我记得我们便宜买十几万而已，可是放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变多少了。哦，这边看一下，当初这边有撞到，有没有皱皱的？这边都皱的，有没有？里面都皱的，所以我们要叫这个我们铁肺工厂。哎、欸，我来讲，这老师傅我嘛不怕多，好，因为那是我们的协力厂，对不对？我不可能盯着他嘛，好啊，我们还是会建议他啦，说大家网友都很关心他们，要记得做好防护措施。那我们就主要我会把那些这个重要的部分修整好，好，然后引擎啊、水路、电系、底盘，因为底盘我记得那时候也有开起来也有异音，到时候一并把它弄好。然后铝圈的话，这要整台烤漆吗？换个颜色吧，换个颜色哦，什么颜色？来来，你说，来来，白的，这么。大一个白的好看吗？不是白就黑的啊！不要了，黑的现在不流行。我跟你讲啊，网友在整理的时候啦，哦，讯息一直传呐、啊，哎，什么时候整理好？开卖了没？开卖了没？我跟你讲，真的开卖，万人响应，没人到场，你就知道整理一台老车的那个心力憔悴的啦。你把这些钱砸下去，你花了二十几万，你要卖也是二十几万，但你就是卖不出去。相信有很多一样整理老车的人，他一定能体会到一二十万花进去，真的看不到什么东西。一二十万丢进去，真的妈很快很轻松啊！什么车随便一台车要花一二十万都很轻松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姐的笑也存在那，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。啊，网友直说好疗愈，哎呀，就这样而已啊。然后嘞，所以以至于我们现在车越顿越多。好、哦、啊，我们就先快点把它弄一弄，眼不见为净，好不好？那就跟大家分享，我们再讨论一下改什么颜色啦哈。我已经打电话叫好拖车了，我们直接用拖的去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知道为什么要坐拖车？它没牌了。不是没牌的问题，你看轮胎放号都裂开了，网友直呼好疗愈。看看这几寸。18寸的，我到时候他妈一弄又不知道要四条胎又多少钱了，那就这个慢慢分享，慢慢记录了哦，拍一下现在的烂样子。好久不见，对啊。你在哪儿录啊？没有啦，在家录吗？来看一下状况而已。哦，开始要状况了。你在里面，你要照一下。引擎。这台已经撞四驱车了。哦，现在差不多要开始动工了。我靠，好了，应该会很漂亮。哦。好了，又很漂亮。对啊，好了，应该很漂亮。我又做了，看起来又是一台漂亮的车了。嗯。赞。
说这种框要反过来拔。也转向线啊。哦。会比较深。看起来会不会偏右偏？好像有啊，很严重哦，很偏的、啊。对啊，假设你在调查的，这多少是偏啊？应该偏的很严重哦。嗯啊，对啊，应该仰角，仰角漂移啊，仰角爱红啊。换老了，再定位了，调位多啊，差太多。嗯，差了多两，快两度啊。这样会偏哦。没错啊，那个仰角歪掉。啊、嗯，这多调未到，你可能一个仰角。太往下，看这边很宽，都宽下去了，对啊，这边就比较顺。哦，对，你有没有去打三枪？没有，我一枪就中了。一枪、啊、我今天要吃这个，哇、哦，好绝哦！哇、哦，这啥呀？这个羊角哎，羊角，对啊，羊角哎，羊的角啊，不是羊角，羊角没有了，这个是啊。SC430羊角好像我们那时候哎、欸、看轮胎对不对？发现差了两度，你知道吗？两度听起来是还好吧？嗯。可是两度如果以定位来讲，已经差得太多了。是哦。哎、欸，他们只能胜负零点几而已，对，零点五里面都还可以稍微瞧一下。两度已经超过太多了。两度那是之前撞过所以歪掉。对啊，之前好像有稍微去用到啊。嗯。你们来看一下，人家在拆了。你看到了？这个哦。对啊，黑衣羊角。稍微歪，啊，这弄干了。那底片怎么变这样？还是龙龟啊？对啊，嗯，之前我需要龙龟。好了，先拆，你先录一下。啊，好。你看这就知啊。这个角度啊，什么角度啊？这个对焦来看，这个是对的，这个是歪的，歪的，歪的，这个安尼起啊，哇，顺掉啊，毛乌，哇，这长角，对，歪歪的，正，哇，阿弟讲，我这，哎，这个这刹车的，油液啊，它就焊过嘛，对不对？你说嘛，弄掉了，加过卡过呀，都卡过，哇，闭起啊，有没有？好，要把那个拆下来。看一下啊，对，它装完之后还要定位，要拆掉就是一定要跑掉了。好，我看一下，好吧，挂没掉啊，弄到后面啊。其实它角度歪的，或不管是偏的，它定位怎么定，就是比如说那边是正的，这边可能就是斜斜的，它没办法调好。那看规则没吗？开回去吧。好吧。好。哎，还没加塞一点油啊？没事啊。嗨、hey, 大家好，我是柯P，今天要来介绍这个，今天整理好了雷克萨斯，好 SC430，顾名思义就是 4300cc， 它是 V8， 最大马力292匹马力啊，扭力的话是45公斤，
45公斤，哎、欸，没卖的，你知道？现在比较新的柴油大概是50公斤，45算很大了。可是我是刚我们有稍微试开了一下嘛，可是我就觉得它现在还算蛮温的。这种车其实很少人会拿去飙车的。如果是我的话哈，我会打开棚，可能就是北海岸有没有？开下来就绕一圈这样会比较舒服。在都市我觉得比较不适合。它是前置的引擎，后轮驱动的啊，它这个悬吊啊，前后都是双 A 背的。好啊，上次也有拍，那羊角都换掉了。哎、欸，你看这是满满的工单，前车烤漆，整台都有烤漆，铝圈我记得也是喷黑色的。对，喷黑色。啊，再来，哎、欸，哦，你看米其林的，你看我就记得你给我换最好的，换、哦、米其林的。哈，换米其林的轮胎，底盘哦，足济啊，风向机啊啦，舵杆、拉杆、电池，哦，羽毛还好啊，哦，节气门、来临片，哦，好多哦，讲不完，好像就差不多开完了。哦，把引擎打开好了，哦，那是 V8 的啦，4.3 VVTI， 就是高级的 Toyota。好，引擎的部分都弄好了，电池嘛，新的啊，它是应该是双门四座的啦，可是如果说实在的，后面真的不好坐。好，屋顶的话，你这个一定要放好，这样屋顶才会收，跟那个 SO5 一样。对。它算整车保持得还不错嘞，打开棚让你看一下厉害的地方，这应该没有很快吧？现在车都大概十几秒、二十秒就关好了，来哦，来哦，好了，其实也算快呢，将几秒还算蛮快的吧？其实算快的啊，我觉得算快了哈。好啊，这个是硬顶的，好硬顶的挡风，好处就是这一块它也是玻璃的，软棚的上面这个都是些类似，它也是软的，它也不算亚克力，它也是嫩的，那容易老化或者是太阳晒久了它会狂掉。可是我看过有些 VDN 的它是硬的，可是它很重，很重的话容易，我是觉得很容易把这个磅棚有个破皮，软棚容易破掉啊。一致，它是电动椅，一二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哦，啊，都他靠腰，哦，这车有十项的吧？好、哦，啊，这哎，人这嘛是电动的呢，哈，方向盘是电动的，好、哦，电动方向盘，对啊。后座你要坐坐看吗？后座、啊，后座可以坐啦，可能开车的人可能就是不对，他好挺哦，你看一下，他好像往前了嘞，他不是挺而已，他是往前，往前挺，往前挺了，对不对？我坐看看好了，可以坐了。可是我觉得我人就是往前，有没有？我说就是放下来，不适合坐大人。小孩子可能，小孩子可能委屈坐一下应该还可以啦。可是这应该买这种车应该不会载人吧？这个刚好拍啊，这是好的，有没有？哦哦哦哦哦，好长哦，好长哦。我在春 Q 嘞。其实还蛮帅的啊，现在看不到了。现在看不到啊，现在很多现在这个直接哈都是被车厂偷掉了，你知道吗？直接啊，硬抓式的天线，直接砍在后面的这边，或者是直接在后面的，对，都藏起来了。好，这可能就是几条，可能出现再多几条，可能就是天线了。其实像这 V8 的引擎都还蛮安静的，这样还打开的哦，盖起来会更小声。好，应该听起来都是外面的声音了。这种车我没有特别的研究了，我大概看了一下而已。如果说错的地方，请多多包涵。先说一下，好像差不多是这样的。这个是 HID 的啦，啊，对，它有自动辅助头灯，它会转向。哦，会跟着你。对对对，它会对。那时候是有做到这么厉害的。哎、欸，这个2003年的车可以做到这样，是很厉害的。我觉得以前的很花心思去做一些小细节都很重要，现在没有 LED 给你就好了。现在有比较好了，有些比较宾士那种什么多光束也是都比较多的而已啊，挤开了的屋啊。那可是那时候就哎、欸、都有了，2003年到现在大灯还很漂亮哎、欸，那装算皮椅虽然有使用的痕迹，那边比较明显了，其实算都还不错，这应该弄架婆的，架婆它坐久会这样龟裂是正常的啊。如果你要削嘎我，它不会这样，它直接都破了。可是一般来讲很明显，这个就是削嘎婆，就变样的削嘎。可是越进口车它的材质越好，就是皮的越多啊，比如说像全皮的。啊，一半是皮的，或四分之一，有时候三分之一，就是这个皮的，这个皮的，其他都是合成的。啊，再来都是刚刚也有讲的，都是哎呦，两组记忆嘞，它副驾也有记忆嘞，哈，好，无边框，无边框的车就是还是会比较吵一点，风切声会比较大，也蛮简单的嘞，没什么东西嘞。音响这个是什么？那些歌咩念 ？Mark Living。哦，赞吗？哦，还不错嘞，啊。有版权可以放太久，好像没有特别的比较厉害的哇。我觉得比较厉害的是这个，这个你看，哦，电动的那个，不管它是什么动，我觉得很厉害。你看，按一下是开，按一下是关，明白？抓东西那种概念这样，好吧，我们去试个车。
好。杏美智香，您所寻找的天然好香。正価格1年間の保証障害サービス。哦，这那时候的是种做这些核桃木制度一样，有多多做多多，每一块都是，每一块都是、啊，拍浪头也是。啊、这是真的吗？很受干哎。我觉得有些是贴皮而已，皮贴上去啊，在外面有一个塑胶的在外面，要很古老的，它那种真的的是用木头的。哎，有差嘞哈，贴保护线啊嘞哈，保鲜啊，羊角什么都换了哈。但是有一个声音呢，你听到一个声音吗？好像是卡钳那个都懵掉哎。你说生锈？没有，抹一抹应该会比较。这个车车头很长的，这车很长啊。可是你说真的长度，总长度没有很长啊，主要是它的车头还蛮长的。车头对啊，不然你看坐成那个后面的空间 也很小。它也蛮宽的啊。对啊，就宽宽扁扁的啊。真的长的话，还是真的四门比较长，这个算还算比较短一点。哎，那、我们这个避震能换吗？好像没有哎、避震器好像没怎样。哎，这4300cc 耶，当时也号称292匹马力耶，可是现在剩多少我都不知道了。其实一般来讲是久的时候一定会那个马力会下滑嘛，跟人一样啊。你觉得你跟20岁的体力差多少？5成，差5成了。你现在都5成了啊？你在10岁剩25%而已耶。对啊，差不多就可以离开了。就可以哦，你跟戴珊一样就对了，50岁都极限了。它这个就是很顺啊，它不会那种暴力啊。其实你要踩要稍微用力一点。小声一点才会跑，它是前置引擎啊，后驱的车啊，后驱的车就是往前一直推的，所以前轮就是转向而已。啊，这时候就如果要甩尾的话就可以了。这个避震器好像不错呢。不错哦，对啊，不会很软啊，也不会很硬啊，也不会很硬啊，蛮舒服的、啊。其实过弯就蛮还不错的，侧倾不大。对啊，不大。还是因为车太重？也有差、啊，在车也宽，宽度越大，那侧倾也会比较小，所以你放在抛下，你拢做啊，足肥的，啊足宽的，啊足扁的。它粘在地上啊，哎呦，定速嘞！好，头大万年不变的，就是这样按下去，往下一拨就定速了。不够快就往前加速、减速、跳掉。我觉得这开起来蛮温和的，它没有很暴力。我知道前车主都超了，没有把它磨开的。啊，待会弄个东西给你拆好了啦。好色的男人会怎样？他或者一直打手枪的男人会怎样？精尽人亡。不是、啊，会容易肾亏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是好色的女人呢？会怎样？他就没有肾亏的问题了，可是他会害男人肾亏。这是笑话吗？哈，不是吗？你不懂啦。那、我们下山了，这么简单试完了。试完了、那你觉得啊，这家就这样？还是你要带小爱去德来树？上次是老板。这次换我去啊？好啊。还是要猜拳？猜拳。他可以选择的话，猜的不一定会输嘛。照理讲，应该赵伦的应该不会那么快就到我。输人再问一下嘛。哎、欸，小爱你要吃什么？哦，3号餐。哦，类似这样嘛，对不对？应该要一个跟在后面，然后戴耳机要跟你下指令啊。哦，打电话的这样。比如说要跟服务员讲什么之类的。哎、欸，你等我一下哦，我问一下我亲爱的。对啊，类似这样啊。对对对。这比较好笑的，好像不错。可是我觉得你会输，是吗？你自己想的梗都会输啊，通常都是这样啊。我没差，我敢啊。啊，你敢啊？应该吧。当真把这样敢，到时候轮到你的时候，我不好意思，路过。路过。这台车现在卖不知道剩多少钱了。这个、哦、大概我觉得、20-30万吧，差不多这样吧。卖价都是剩下大概当时的新车价大概1到2成而已、欸。300万的车现在卖你30万，很划算啊！20%的话60万也很划算了、杏美智香，您所寻找的天然好香。正価格1年間の保証障害サービス。关一下窗户听听看声音的。可以啊。声音已经很小声了。还是你要上下高速公路？高速公路，环东好不好？好啊。我塞车了，应该很明显吧？比较安静一点的、啊，就没有那种刚打开门那个，就没有那么多外面的声音，就是蛮安静的啊。我以为会有那种卡榫那种 kiki koko 的声音、啊，算不错了，算还好哦。你知道我巴士车后来他都把屋顶拆掉了？我知道他今天还有来，不是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觉得太吵了。他后来跟我说一句话，他说：“难怪屋顶那么好买到，你大人都不要，因为装了第一开棚不方便啊，第二很吵，你反而是那种冷棚的上去不会吵。可是我就觉得，反而是硬棚看上去没有想象中那么吵。我想说会有没有，有些会这样叮当我就那种摩擦的声音，对，
可是还好了，都是 GoPro 的声音。我觉得这个车开起来是轻松的，只是体积有点大而已。要习惯一下，我觉得今天难控，头鬼新的鬼啊，这今天头卡等，它的头真的比较长。可是差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像车子的长短，其实在开的时候没感觉，在停车的时候比较有感觉。啊，像我们比较常在车换来换去的话，就是还是会没办法抓到那么精准，可能就是会预留比较长一点，因为每个车的车长跟短不一样。因为这个车头长，屁股短嘛。一般来讲，最怕是什么？就是你从巷子出来，它头就要伸很长出来，你才看得到。哦、对对对。哦，就是类似这样啦，对啊，很习惯了就好了啦。会热哈？有没有？我没有打开让你知道说外面的声音多大的、有没有？有差吗？差蛮多的、啊，对不对？其实它隔音还不错的哦。对啊，你再翻起来一下，瞬间就有差吧？有差。你知道这种车，你知道谁开过吗？谁？蔡依林的。对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对，他到现在好像还在开、啊。还在开哦。对啊。欸，我只有卡拉 OK 转不过来而已。蛮 OK。对了，哦，阿妈 OK， 我刚刚就说卡拉 OK 是啥，阿妈 OK 转不过来啊，啊，快回回去了哦。他不用勾嘞哈，他没有像那个 Buster 还有 Coco 环。其实真的还蛮快的。其实我记得上次那个 N 叉五也差不多大概20秒左右，25秒，我觉得差不多这样啊。这一台是2003年的 SC430，这一台我们整理好了，工单到时候哎马上抛上来，整理项目蛮多的，到时候再抛给你们看。喜欢的观众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That's some bitch code. Catch a trick, frying up in that Crisco. Fight the grid, I'ma dip to a flip phone. On the splits, every lick is a shitload. Throw a fit, throw a kiss, I'm in bitch mode. Got some ice on my nips, on my tits cold. Calling all the pretty girls in your zip code. I need all my skinny bitches and my big hoes. Form a line. Bad bitches, every city in my tribe. Look behind.Booty dominate the world, peaches ripe. Check, check, check my makeup. Yeah, 我们四周回来了哈。老贝少有没有看过？有没有看过老贝少？不是啊，你这个是少贝啊，少贝老，对吗？少贝老，拍谁拍谁拍谁？哎、欸，我跟哎、欸，这样好像不太对哦。哎、欸，看到哎、欸，看到这台车我就想到它，好不好？几年前了，2年了吧？勾起我许多的回忆，有没有那个笑得很灿烂的外劳？希望他现在在台湾还好，不知道回国了没？好，我有点怀念他，虽然我没有跟他讲过话，好，但是这个有时候呢，会想起他这个灿烂的笑容。都被笑了啦，被路人笑了啦。那这个不免俗，我们今天来一个感谢祭，感谢祭、哦，对，怀故之旅，好不好？所以今天这个，哎、欸，把泰山找来，阿戴，我决定我们四个猜拳、哦、再去买一次麦当劳。我玩这里的，不会是我了啦，有泰山在我不怕啦。而且上次我说要报仇，有没有？报了这个仇已经报了两年了。我跟那个赌王陈金城一样，布局布了2年啊，布局布了2年之久。我现在终于有机会，对不对？可以报仇一下了。哎、欸，去把泰山找来，四个猜拳输的请客，我买麦当劳，当然一定是在他的，好不好？我来给我来给我。好好，去叫他来。我来给我。停机一下，停机一下，把他叫来，把他叫来。怀念之旅来猜拳了。欸、看你以为你拿相机就没事哦、喔？会用吗？不会以为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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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不要吗？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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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哦、喔！给一个我输的几率就多。给我输啥？你讲我跟阿科输，有机会，有你们两个加进来，我不觉得我会输。
来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